我们今天来这边挖那个菖蒲。雨停了一点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头盔准备拿来，如果下雨的话去挡雨，就不取下来了。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他哭了，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里，他怕。今天他姐姐橘子呢去县城弄牙齿了，然后他一个人在家里怕嘛，又下雨。之前他已经打回电话了，说要还要多久啊，你还不回来？刚刚也是在那里哭。我的打算，找不到就回去了。